全世界有数唔清咁多嘅英语教育机构。但是真正优质的教育机构必须能够在文化丰富而且安全的教育环境下提供高品质的全方位教育经验，并且教育学生敞开心胸，面对世界的无限可能，为将来成为全球公民做好准备。你现在找具备高学术水准的国际课程，经验丰富的合格专门教师和现代新式学习环境的学校，你现在找紧亲切、多元、安全、活泼和新颖的爱心社区。你需要的是可以接纳独特教育需求，鼓励每个学生有不同学习方式，而且制造完善的教育机构。而且你需要将中学英文学习视为大好前途、重要阶段的教育机会。咁唔好犹豫啦，你应该考虑喺加拿大安大略省接受中学或小学教育。安大略省系加拿大嘅心脏地带同埋经济中心，呢个系一个治安良好而且又系文化多元嘅高生活水准地区，有多元化嘅产业、教学品质优良嘅大学同中小学，仲有首屈一指嘅健康照护同社会计划。我哋是安大略省国际教育联盟，是共同提供全方位、多元化以及高品质中小学学习经验的学校联盟。我哋诚恳地邀请你考虑在我哋联盟的任何一间学校接受国际英语教育。呢度啲所有公立学校，无论是否为教会学校，都大力支持呢啲核心教育价值，高水准。真诚关怀，自定规划，机会无穷。安大略省所有学校的董事会都是由省政府成立、认证和监督的。无论学生居住和就读的居域在南边或者北边、市区或者郊区，都能获得相同的教育品质。省政府亦针对学校的教学表现设定一致的规范。我们的课程目标非常明确，已经过审慎评估，而且随时保持最新状态，以确保课程之间互相关联。在北美地区的学校评中，很多安大略省的学校都是名列前茅，学生从我们全方位高质素教育系统毕业之后，可以得到全球认可尊重的文凭。在安大略省学校就读期间，大部分国际学生可以选择住在寄宿家庭，而且寄宿家庭非常乐意接待，让学生能充分融入当地的生活。同当地居民一起生活的经验，能让学生亲身经验当地的语言和文化，不单止方便学习，生活上更为舒适和安全。在安大略省就读的国际外籍学生所享受的待遇，不需比其他世界级大城市，好像多伦多、蒙地可、纽约或渥太华，课余空闲时还可以到神奇的加拿大荒原探险，或游览壮观的尼加拉瓜大瀑布。我们的学校提供各种制定课程，迎合不同学生的特定需求和学习方式。在安大略省学校的精心培育之下，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国际学生，不单止英文听广读写非常流利，文化素养也都非常有深度。而且多数学校会针对非英语为母语的学生开设课程，帮助他们在口语和沟通上的学习，同时加强读写和理解能力。很多中学和社区的大学和专科都有稳固的合作关系和连结策略。安大略省很多大学和专科在全球的排名榜非常居前，所以毕业生不论到世界各处都可以获得成功的职业生涯。合格的外籍学生毕业时可以继续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或美国的世界级大学深造。安大略省的特殊之处不单止是学校，这里是北美最安全的区域之一，加拿大的经济中心亦是全球知名创新潮流的中心。
安大略省欢迎新移民，亦乐于提供全球公民工作机会。安大略省非常多元化，亦非常具有包容性，能够接纳全世界的文化和信仰。安大略省是一个非常适合就学、生活、学习的好地方，亦是一个让国际学生了解自己潜力的好地方。国际学生在安大略省接受的教育将会是全面、创新、深入、完整而且有趣，高标准、真诚关怀、自定规划、机会无穷。欢迎你进入加拿大安大略省国际教育移民的学校学习。为什么还要选择其他地方就读呢？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资料，请同我们联络或洽询留学代办中心。